你们这是拍下来准备给大小老板看吗？是小镇。咦，大老板吗？一个在确认，一个呲着大牙，看看旁边有没有人注意。保安大哥听到后立马回头，快让我找找在哪里。乐乐拿起手机，小黑呲着牙催促，开始全方位的拍摄，从左边慢慢拍到右边。小黑表示非常满意，乐乐边拍边笑，今天回去小老板肯定会夸我，我们可真棒。乐乐拍完小黑拍，怪不得小黑乐乐要拍，原来是两人看到了他俩的结婚照啊。